这不法乱吃香蕉，其实上我冒着细雨在中期城，吸管管理在基金，其中又有人吃香蕉乱丢果皮、乱丢烟头，随意吐痰，任意张贴广告的这些坏习惯，都有基层小组的人员免责，连发告发单，罚款600元，以提高市民的警觉。这也是政府最近曾经引起以正法来改正一部分人的坏习惯，同时今天也呼吁民众对消除脏乱工作要建立人人有责的观念。